写给母语老师的批，本土语台政外来政权的华语实行已经十八年，那请囝嘛已经成年，是安怎？咱本土族群讲母语的环境颠倒缩小，人口减少，年龄层降低，到走入死亡的界线。这原因毋若政策有问题，第一线的教学人员嘛爱承担部分责任。母语老师的身份分体制内甲资源两种，心态分信教甲家教，教学分华语式甲台语浸水式，文字使用分罗马字派甲汉字派。足无简单，才淡掉戒严独裁的不公不义，到有台湾主体意识来推行的本土化台湾学教育。所以，做母语教师的人，敢是爱有正确的台湾史观、语言的公平正义、明辨是非的角色，上好阁有革命的意识，为复兴母语的前提做基础来打拼才对。不过，是安怎恁会屈服投降？对母语课惹错行事，甚至凊彩五六化，人若有志气，就算放弃伫涂骹，嘛爱找变身的机会。咱敢有民族精神？咱遮侪人，拼输一个外来语，阁好意思讲？阁用过去禁母语来做借口，讲即款失职的话，根本是未尽心思，惊甲破胆，失去战斗力的也未到，嘛出卖台湾魂的正义甲尊严。第一线的母语支援教师，若干阿靠领钱点费，是未当生活的，永远都拼未过知影的教师。颠倒排着害死母语的罪名。毋过，若客观徛伫台湾主体思考母语的未来，替母语奋斗，成做历史的见证，即款使命甲意义是值得人尊敬的。千万毋通落座替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来消灭家己，斩断咱阿母的话，甲文化的根。台湾是小小啊，不过咱有足多元的语言差别，才会当成做南岛语的源头。咱母语教师的责任，是利用无形的语言，传达族群的生活智慧、文化历史，化作有形的文字，记录祖先的灵魂故事，继续伫这块宝岛定根生根，这才是咱。在世界站起的本事和特色，希望各位母语教师脱掉华语的衣，免管上课时间的济少，请勇敢有自信，一直讲家己的母语。